喊白局挑战，我们好一点，互相说一个对方不知道的秘密。如果谁生气了，谁就要吃一口芥末。你先来吧，上面口红说出来。虽然你得到了我一支口红，但是你一次帮我买一盒。走吧。初中的时候，有那些女生们记得情情书，我都看完了，然后放扔了。我活着。我吃。没有遇到，遇不到。够狠吧，只是我突然路上的绊脚石。上次打你的 SP 是换了个角色，对，你对他有多贵吗？啊，你配吗？你不配，你急了，吃，哎，吃吃，开开，啊，好，到我了，就是有一次你的王者一夜之间从王者掉到了钻石四，是我，我就知道是你。我的号除了你，我的妈还有谁有啊？啊！现在就是不管你说什么，我都回去。那你再说一个吧。就上次，我跟林夕说你暗恋吴的事情。以前。你急了，吃吧。哎！坦白局挑战。我们的规则还是跟之前的一模一样，而且输的人可以管教。啊，今天我先来。之前我很喜欢的那件我记得 T 恤，我用来我的屁。可是这我没有，不就是件衣服吗？有的是钱再买一件就是了。QQ 我不是用来泡脚的吗？我怕被你发现我在里面装了自来水。为什么有一种劣质化妆品的味道？到我了，之前你搬家的时候，我的手办是不是不见了？我把它卖给了更加需要的人。对，我就说手办，不是给你的。我怎么把你小时候穿开裆裤的照片发给你？对，怎么有这种哥哥？你是上天派来折磨我，是不是？算了。我是不想说，但是就你逼我来啊。你跟前一个什么分手是因为什么？感情啊，不合嘛。在那个之前，我就有看到他跟别的男孩。哎，别、我吃好吧，我吃。情商测试挑战，每答错一道题，我就喷你一盆水。对，我没有女朋友。假如你的女朋友她天天都问你爱不爱我，你会怎么回答她？这个问题到达如流啊，我爱。我给你看，娱乐圈公认的高情商黄渤老师是怎么回答的。当有人问你说白哥，你到底爱不爱我？直接就上身了。你再说，继续。如果你的女朋友问你，亲爱的，我是素颜好看还是化妆好看？更好看啊。对，你素颜好看，化妆更好看。说好看都不行啊！女生喜欢听你说，宝贝，你素颜比别人化妆更好看，你给别人留点活路吧。如果你的女朋友打电话跟你说，亲爱的，我在医院碰到你前女友了，你要怎么办？我就说，宝贝，你放心，我有心里只有你。这怎么又不对呀、啊？我都是按照你们女生的套路来走的。这道题的重点在于医院，他去医院干什么？你不该关心吗？道道都是送命题，我就不信只有我一个男生回答不出来。喂，林夕，什么事？你在干嘛呢？待会儿我要来接好一点去吃饭。问你个问题啊，如果你和好一点在餐厅吃海鲜，他给你剥虾，不小心弄到了你的白菜干，你会生气吗？当然不会了，我根本就不会让他给我剥虾，我只会剥好的给他吃。我挂了啊。当我挑战用绿茶的语气和妹妹说话。哟，这不是好一点吗？你怎么有空一个人逛街呀、啊？家林夕都不陪你的吗？哪像我这么有空？吃错药了？别吃错药。烦死了！好一点。你走开！你怎么这么凶啊？是你男朋友让你别理我吗？没关系，我走就是了，我都懂。我本来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罢了。没有，能不能不凶我？能不能严呢？二彩，你搬个最佳。林夕，你好好对他，我可以的，一个人。哎，你回来，哎，别看。你演
让林夕给你买呀、啊。哥哥没钱，只能养活哥哥一个。没林夕，我逛完了。哥哥、哦，好一点。你怎么跟林夕吵架了呀？林夕怎么这么不懂得珍惜你啊？哪像你哥哥我这么爱惜。你给我闭嘴！干嘛凶人家呀？林夕，你说说看。会生气的，我忘了呢，也没有女朋友。